很高兴应普京总统邀请，出席本届中国始终坚定不移履行可持续发展承诺，取得了世人公认的成就。中国高度重视加强可持续发展国际合作。2013年，我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，旨在实现各国互利共赢，共同发展。共建一带一路同联合国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在目标、原则、实施路径上高度契合，得到国际社会积极响应和支持。那是我们劳动的结晶，生动地反映了圣彼得堡在俄罗斯人们心中的特殊的位置。